天气很热哦，来喝冰茶。我不热啊。维他命 B 可以提神哦。你都零食了，赶快喝点那个热汤暖一暖哈。我哪有零食啊？再半个小时比赛就要开始了啦，我不想错过开场。哎，我在讲，你们在听啊？啊？让女生等你对不对啊？只有哥们聊女生啊。说什么啊？我想说你应该会喜欢吃鸡排，所以我就顺便买回来了。我不吃鸡排耶。哎，你有病啊？那你现在吃什么？犹豫最近越来越犹豫了耶，在一起这么久我还是一点都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哎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有。这边你帮我改成蓝色、啊、那个这是我自己做的便当。我谢谢你每天做便当照顾我男朋友，谢谢哦。谁是男朋友啊？我以后不会再烦你了。她不是我女朋友了。对不起。不是真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让心墙融化了，让信任慢慢连结了。信义房屋，信任带来新幸福。